觉得三个都蛮像的，天蓝色，它有点像小刚没有醒的感觉。黄色的那个呢，它有点像喝醉了的那种感觉。第一没醒是吗？第一个没醒，第二个喝醉了。那真正醒着的是谁呢？醒着的是绿色。哦，你觉得醒着的是绿色的？不过，好，不过，不过，醒的是刚刚醒。你说之前跟我商量一下，咱们三个是不是应该意见统一？天蓝色，我听他一张嘴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哇，真的蛮像的，因为他有那种刻意的去营造那种，因为小刚老师唱歌的时候有一点点鼻音在里边，所以他有。黄色，我觉得就是他整体的感觉都很完整，没有特别多的毛病，但是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真实。不是那么的真实。对，我倾向于绿色唱的最好。啊，你觉得绿色最像小刚的声音？对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小潘，你来说说你的看法。他们两个很专业吗？那我是一个纯粹业余，我能听出来谁是在 KTV 里练的，谁是真正唱歌唱出来的。我觉得绿色唱的是最稳定的。绿色唱的最稳定。其他的几个吧，都有点在故意的去炫一些技巧，一看就是在 KTV 里头。所以我觉得，那么绿的唱的不如别的好，但我觉得很稳定。好，三位请统一你们的选择。